这个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新山出名的，我们叫嘴桂。对，它上面是面粉，这个呢就是菜脯，然后有放一点酱油跟辣椒酱。所以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新山的特产，所以下次如果有机会来新山的话，一定要尝尝我们这边的嘴桂。这带甜带辣，所以一定要吃。拜拜。